我就看一下公屏上直播间4000个人，有多少叔叔阿姨哥哥是，有多少叔叔阿姨哥哥是珍惜支持我的，珍惜为我加油的，来给我扣个烟。我今天，我这两天可能是经常熬夜的原因吧，我的舌头有点发炎了，所以说话有点那个啥。感谢啊，你看这么多叔叔阿哥其实这么的支持阿伟，我特别感动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。这两天直播间人气也不多啊，但是我个人觉得人多人少气势不能倒，对吧？我不在意人多人少，只要是在意的是支持阿伟就可以了，好吧，珍惜想支持我就可以了。直播间10000个人2000个人也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都是来骂我的，那我，对吧？我心本来就心很累，我开个直播我就是来给大家谈谈心啊，对吧？我心里有话不知道跟谁说，我就开个直播给我叔叔阿姨哥哥们，我舍不得大家，因为大家一直以来支持我认识这么久了，对吧？我就想跟大家聊聊天谈谈心，而不是来了就一对你们一对骂我，我也在这里一对跟大家爆我的脾气，然后大家就这样子这不舒服呀，这心里不舒服，真的。我本来就休闲时间，对吧？就跟大家聊一下个人的心里话，遇到的事情啊，减少一些压力，结果得到的就是大家都不开心，那就没意思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加油，我会加油的，直播间帅哥姐妹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你们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，谢谢。对，没有关注阿伟的关注一下，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们，谢谢大家。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对，右上角这个地方给我亮个灯牌，加入一下粉丝团，谢谢。今天带的这个香料，这个香料你们觉得好不好笑？你看这挺可爱的啊，这香料一个黑一个白，黑白两道都要偷吃的意思吗？一个黑一个白，那挺可爱的，看到没有？谢谢啊，谢谢我的林姐啊，再次收来的这个欢迎林姐回家，感谢你收来的比心，谢谢家人们，给白衣林姐点点关注啊，是很支持阿伟的一个可爱的姐姐，谢谢你。爱情你会明白我对你的爱，永远不会放手也不会离开，不管前方那路有多苦，我也会让你感觉到幸福，这就是我的眼神。感谢你们的支持，很感谢点赞，哇这赞赞都点了40多万了，给我突破个50万好不好，赞赞给我突破个50万好吧，家人们给我点到50万，来吧来吧，支持阿伟为我加油的叔叔阿哥姐妹，给我点个赞好吧，公屏上给我干到50万，现在40多万了，马上50万了，还有没有关注还没关注主播的给主播点个关注，谢谢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继续唱歌，唱歌给大家听是吧，等我站起来了，等我混起来了，我到时候，对吧？搞一套什么抓眼睛的这个移瞎换头什么的，然后好好的练几首好听的歌，唱给大家听。唱一首头发来，小王，你用你手机点首歌。唱一首头发给大家听。
知道这首歌能不能唱完，因为我手机要关机了，关机了我就下播了。现在只有5%了，5%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首歌给唱完。等一下就手机，我就直接播到自动关机好吗？歌词从哪里出来？玩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？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，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唱的怎么样？好不好听？好听给我扣个一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那个啥，唱的不是那么的好。首先，我这两天上火了，舌头有点痛，起泡泡了。然后二一个是没有话筒，没有音箱，所以呢就没有那种感觉。但是我们玩的就是真实，好吧？我们玩的就是真实，好不好听？如果比较好听，就给我打一棒好听，好吧？来，如果觉得阿伟唱的好听，好，真心觉得唱的好听的话。那歌名上打两个字好听，好吧？因为这只能说咱们就是这种唱的话，只能打到50%啊。但是加个话头，加个音箱，加个我舌头好一点的话，
那肯定是80分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呢？因为它会增加这个质感，知道吧？你又换头一颤，那个音箱效果出来了，那个就会增加这个质感。OK， Are you OK？ 谢谢，你看，你们都说好听，那以后我要加油，然后呢，给大家唱更好听的话啊，不是更好听的歌，好吧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阿伟的支持和陪伴。啊，给咱们家把一把二把三也点点关注啊！感谢你们的点赞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今天真的是很开心。你们觉得我像哪个明星？好了，不要自恋了，我就不，你们就说不要自恋了啊！再来一首，算了吧，啊，差不多就行了。那个啥。差不多就行了，就不一定要就那种啥。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，一直以来那个，你看还有王小明还是黄小明啊？刘德华，我不像刘德华呢。有人说我像谢霆锋，有人说我像黄晓明。哎，拜拜喽。对，时间。第一个时间也不早了，第二个的话我手机也要关机了，第三个的话差不多了，对吧？然后我就下播了啊，拜拜。直播间叔叔爱给你们，我就下播了。嗯，晚安。对，郭明哲打一个晚安好吧，打一个晚安。要关美了是吧？然后呢，你们还没有关注我的，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，然后给咱们家把一把二把三点点关注，谢谢。然后我就下直播了，拜拜，祝大家晚安，拜拜。谢谢我的把一姐姐、你姐啊，这一直以来对阿伟的支持，特别的支持，谢谢你。珍惜为你们，么么哒，谢谢。感谢你们对阿伟的支持和陪伴啊，这一直以来把一把二把三啊。还有把四把五把六还有后面的拉拉队啊，一直以来都是很支持阿伟的，很关注阿伟，也很帮助我，知道吧？非常感谢大家，爱你们，拜拜。我就下播了啊，拜拜，这时间不早了，手机要关机了，拜拜。明天我有时间的话给大家直播啊，拜拜，下了啊。